小朋友一定很应该，如果谢谢，我想大部分的小孩子都喜欢一首歌，萧敬腾的一首歌，来大家猜一下是哪一首？啊，那阿飞的小蝴蝶，对对对，很多呢，很多两岁三岁都很喜欢听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哎啊，妹妹是几岁？两岁哦。两岁那应该一定会跳舞的耶，从小培养以后变成那个国际巨星耶。好，带来这首阿飞的小蝴蝶。寂静有我的一切，听不见起飞。现在这一个混沌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沿途拦截，触碰后你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是我的小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是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谢谢这首阿飞的小蝴蝶。哇，很兴奋耶！谢谢。大家如果累的话可以坐着，没关系。对啊，谢谢谢谢。你犯贱，我不屑。你犯。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渡江嘉宾，渡江嘉宾，更温馨，更温馨。三英不超是没有，五度满。We
六个茶来黑老路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马哈马安姆一大娃要你个阿平和粉路是有妈妈娃六个树娃娃花一束海岸一大一马巴是的是非归老黑本啊三怎么了吗我要换把油的马路是个烂骨筋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那啥意思好那接下来呢带来这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谢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温妮娜温妮娜谢谢谢谢带这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变了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一片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谢谢这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好，起风了哦，有台风了哦，耶！好，带来这首。真假 ？OK。哎，大家想点歌吗？如果我会唱的话。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你把是逼逼。光亮的水流干的森林气给那亚麻的太阳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手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是，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像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心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Lock, lock, lock, lock.
谢谢这首《对你爱不完》。你犯贱，我不屑。你犯贱，我不屑。吴大师明明这他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他的老婆叫冰冰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他的叫冰冰哎，吴大师冰冰，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好的，吴大师冰冰，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好了，我知道大家还是大家想听周汤豪的歌，我也蛮会的，帅到分手是不是？我看这首歌应该会比较多人哦。咦，好了，我唱看看好了。对啊，不然大家都不想讲话。好，带来这首《摔到分手》，摔到跌倒，耶！还可以怎么接？啊，想一想。好，没关系哦。好，大家走过路过可以坐下来哦。好，带来这首《摔到分手》。现在我只想要把他的毛利隔壁，不用再轻声说谁对，爱到了点点请我退。如果我付出你答应说我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悲剧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感觉不要那么累，我背我摔到分手却要向前走，现实将我抱头，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选择向前走，原来你是高手，话筒立下说 When I'm with you all my love you push me back I don't really care no more don't谁说谁对，爱到了点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到失败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女人的珍贵青春不能浪费，悲剧收场只要一个人狼狈。 And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背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选择向前走，现实将我抱头，全然不够，你选择向前走，原来你是高手。
分手。好，谢谢哈，因为第一次唱 rap 耶、yeah ，所以刚刚其实有点打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没关系，大家应该没有听到。OK。你犯贱，我不屑。你犯。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不不熟。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不不熟。他们黑不不熟。哎，好，蛮快速巴来，谢谢啊，大哥。那我问一下哈。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那个台语“操鸡掰”怎么翻？大家跟侬比比手。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侬比比手。大家跟侬比比手。对。好，蛮好意思，巴来，谢谢哈。好，那我带来一首呢，这首歌呢是。那个在台北嘛，有一个什么学运，对，然后他的一首歌是来自那个灭火器乐团，大家知道吗？岛屿天光，给大家满满的感动。一，好，这首歌是台语，所以呢，如果我有点唱不对的话，大家可以纠正我。一，等一下私底下，好，带这首岛屿天光。Oh,
这首《岛屿天光》，大家应该有感动吧？这首歌，有。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哇，我说到就伤心。咦，他这首歌就蛮有意境的。对，灭火器乐团真的是很厉害，他们都是专门在做台湾的歌了。对。好，好的，好的。我来问一下啊、哦，你现在几岁？十一岁。我十一岁怎么讲？我不知道。那你几岁？十一啊。我十一岁怎么讲？我十一岁哦，十一岁不知道。你几岁？哇，十岁。我十岁怎么讲？我不知道。好来，我是男生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是男生怎么讲？我不知道，不知道。别吵，别吵。我是男生会不会讲？你要讲啊。不知道。会不会？我是男生。会吗？不会。啊？应该没贵。有正确吗？没。好来哦。而且他给你放上去，你讲什么话就听到了。那个，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谁会讲？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谁会讲？妈妈和妈咪。啊？妈妈吃饭，拉你滚呀呀，干嘛？再讲一次。拉尼贡呀呀，干嘛？好，来旁边鼓掌一下啊！尖叫！好，那个爸爸喜欢上山打猎，谁会讲？爸爸喜欢上山打猎，有没有会讲的？爸爸喜欢上山打猎，有没有会讲的？你会讲吗？不会。